秦心老师，今天台股指数是破底，但是您的金宇还在创新高，安利探不够了，还要不够不够？哇，不够啊！当然喽，我已经准备好后下个礼拜要赚的了。是谁啊？想了解吗？当然，看节目喽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的分析师，除了人美之外，给您的股票美到哎大吉。这么说，今天指数是破底，但是老师给您的金鱼哎，今天还创新高呢。来节目当中邀请到华冠投顾刘云熙刘副总，我们的刘金鱼甜心老师，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黄金鱼老师哦，刘晶晶、刘宇龙，哎塞啦，让你赚到发疯的标的就在我们家。今天盘指数是破底的耶，但是你 follow 甜心、观看甜心、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的黄金廊道下的黄金雨有没有很好赚呐、啊？今天股价还在创新高，大盘跌不停，但是我们的股票却是涨不停，让您赚不停。再次恭喜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，本周又是获利满满，幸福满满。哎，今天是礼拜五喽，哦对，明后两天开心花、用力花、尽量花。老师告诉大家，这个买东西都不用看标价，不用，妍希帮你买单，哎，不是标股帮你买单，标股帮你买单。我很想讲妍希帮你买单，甜心老师的标股帮你买单，而且老师很霸气的说，下礼拜要买什么哈，顺道把名单给他写下来，都有了。还有，这个 shopping 的这个金额都帮你预备好了、哦。对，现在顺便去看看下礼拜还喜欢买什么，一起看。对，今天明天是618哦，618是堪比双十一购物，是一样的精神，赶快去买哈，开心花，用力花，尽量花，恭喜大家，撸碳撸贼呐！金宇看起来水当当哦，当当那水耶！今天的股价哈，你看哦，当时股价才三字头，31块多，我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哇，一波来到多少？哦，报告，从31到33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，来到吉祥的数字，事事如意的四次超过了40个百分点。哇，大家就是事事如意哦，发财喽！哇，这个数字非常漂亮，很吉祥哎、很多人都说事不好哈、很多人真的是这么说、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像易经啊、紫微斗数啊，事啊非常好，让你发大尤其做股票的，我这里提醒大家，尤其做股票的，就像我自己，我很喜欢事。为什么这样？你只要看我买的楼层数哈，我买房子的楼层数4楼，14楼，我都是看四，不然我的门牌四。真的有买房的都知道哦，四楼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相对也是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，是吉祥的数字哦。所以后在这里再次恭喜啊，全国会员好朋友以及听节目的好朋友，撸碳撸贼啦！哇，今天看到这个金鱼吼、真的是把人家吓到翻了，到吓翻了！我真的还要再重复一次，老师金价九桥鬼耶！金价真的太超过了，太扯了，你太扯了，真的扯到爆比扯连还扯大盘指数在破底，我们的金鱼涨不停，飙不停，让你赚不停呢、持续创新。高啊，舒服。别人在看盘啊，我们在看 NBA、老师说，盘中会员在跟妍希说：“老师 ，NBA。”我说：“那赶快帮我看一下那个 Curry 打赢了没有？勇士队大胜，金州勇士大胜啊！老师，你是 Curry 的粉丝哦？对，我看他大概看了十几年，哇塞，13年。他是得这一次比赛总冠军赛的 MVP， 哇，这个下下叫总冠军赛的 MVP， 不是一般的 MVP 哦，真的，他之前的 MVP 已经拿很多了啦，是的，今天拿到总冠军的 MVP， 就是他这一座最有价值的球员，你看他多坚持，打了最少13年，哇，在这个位置哦，不离不弃这样子，我说过要坚持，坚、持，什么叫坚持？你看着妍希好了，我是不是始终坐在这个位置？不管你今天大盘跌。是，不管你今天大盘涨，我都坐在这个位置无私分享，没错，够不够坚持呢？来哦，我之前是录
电视节目的，如果粉丝跟够久，对老朋友，就知道老师你以前在电视上我好爱哦，但是呢，我说过现在是网络社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老师现在在广播，那你去思考一下，前前后后加起来几年，我就不要讲了。那个几年讲下来后，很怕大家觉得我的年纪。老师，你是吃了防腐剂吗？还是你是那个SK two 是用吃的，外服内用，对，外服内用兼具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的保养好？我好像跟金州有事的那个年限也，我还可能超过，实在不想讲，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坚持，我坚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为什么嘞？哦，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你看哦，我这个节目虽然短时间，大概十几分钟，可是我有要求我的所有会员，他一定要是在 YouTube 对看我。的稀奇古怪一定要稀奇古怪，每个礼拜上架一次，没错。妍希的稀稀奇古怪，我告诉你产业的看法，还有呢，产金吸引力，那个稀也是妍希的稀，没错。这个都是把你的本质学能提起来。我告诉你产业的广度，我告诉你未来的趋势，没错。我要求，我很坚持，我要求他们一定要去看。你要把本质学能提起来。那老师在讲什么股票，在讲什么产业，你一下子灵光一转，对，叮咚，是不是就知道了？没错。所以你这样看回来，当你够坚持、够了解、够知其所以然的时候，你股票你怎么会怕？对呀，即便担心呢，即便大盘再这样回落，你看这个礼拜的 K 线，我相信你看到这个礼拜的 K 线，看到眼泪都会掉下来，真的。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礼拜的金鱼，哎呀呀，看到嘴最脆翘吧翘啊，让你赚到翘嗨嗨啦，笑到嘴巴合不拢，哎，真的直接这个嘴巴是裂到耳根旁啦，有没有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狱哦？所以我就说吼。听节目很重要，是好看你听谁的节目。我也不要说后我是有多厉害，但是我说过，我常常无私分享，而且呢，我也不讲我认真，我要你看我的动作。是，我觉得我的动作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用大盘告诉你。好，你看这个大盘哈，今年初到五月，现在已经是六月中了，六月中了，回落超过3000点，今天还破底。是啊，今天的台股还。破底，指数是破底的，破底呢。而且呢，量能持续萎缩。是的，很多人都告诉你，哦，这个无量的盘不要做，无量的盘不会做。嘿那，但是呢，妍希是不是领先全市场？我五月中，五月中我告诉你什么？小标股的行情有的反弹有三个阶段嘛？是的，电子反弹三阶段嘛？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？小标股的行情呢？小标股行情有没有？我从我开始节目给你小标股以后飙到现在，乌啦！你看一下哦，最先是什么？自证，自证，自证飙到65个百分点呢，超级恐怖哎、欸！一字头变三字头，100万变165万呢、欸。老师，哎，你在讲的时候盘都是哩哩啦啦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说小标股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？小兵立大功，量小嘛、欸。可是偏偏量小很标啊，真的小而美，小而巧啊，小而好好赚，对不对？啊，产业我节目都有跟你分享哦。有的，再来呢，接着谁？凯玉接棒，乌拉也超过40个百分点。凯玉接棒完以后呢，深哥鼎沸赚翻天，哇！深哥鼎沸后赚来赚去以后，20个百分点后也很好赚呢。再来呢，到六月后，隆中坦黑娜接棒。乌啦！还有什么万岁西施？是连环转，让你转不停。看到今天连黄金鱼都还在创新高位，再次恭喜会员呐、啊！撸坦撸贼啦！是不是就是我跟你讲的？从小标股行情到现在，是我还是节目哦、喔，照样分享给大家。乌啦！我这里要帮我自己讲一句话哈，有时候这种小标股，第一个要算筹码，第二个量比较少。嗯哼。说实在，有时候是否会员，一定是会员先赚。当然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妍希是不是还是无私分享给大家？对呀。所以你认真听节目，其实都能赚。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吼，其实你看到今天的盘势，你或许会担心、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坚持听着妍希的节目，你会觉得哎、欸，就跟着老师的节奏。对呀、就跟着我们的节奏，跟着老师的节奏，既安全，哎、欸，给你又有保护。
既安全又平安，又保护又事事顺心，又可以让你大赚特赚呢、啊。即便大盘破底，对的，老师，你的股票还可以创新高，好强哦！来，创新高代表什么？你任何时间买都是赚钱的。再次恭喜会员呐、啊，撸碳撸贼了。这个礼拜哈，其实很开心。你看到台股，你看到这个 K 线哈，其实就很。就觉得哎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丑丑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大一点来、嗯，是不是礼拜一就跳水？对呀，老师从礼拜一开始后，台股跳水，你的仓又就锁起来了，乌啦！之后呢，台股还在混，接着你的梗顶冲出去，乌啦！梗顶冲出去呢，黄金暴雨下不停，下到礼拜五还创新高，妈呀，越赚越多了！好，恭喜会员，那个股票涨不停。对，给老师给大家的标的呢，让你赚翻天了。今天吼一样啦吼、嗯、昨天很多铁粉吼从 LINE 上面浮出来，终于浮出来了，很开心。大家一直问老师，黄金沙滩比基尼是不是股票？我老师在听，这里要打屁股，这里要打屁股。节目没有认真听、哦，你都给我听屁股而已吗？你没有听前面吗？你节目是不是都只听中间尾巴？要听股票，你没有听整段听下来，你当然不知道黄金沙滩比基尼是什么啊。投资朋友，我们真的只抓重点来，老师到底是哪一档股票？哎，拜托，老师坐在这里，你股票就等于是老师。为什么说、欸、我们的LINE订阅人数非常的重要？哈、哦，破五万，突破五万，黄金沙滩比基尼，本节目处女秀哦，老师就说了，他好要练身材哦。这个处女秀，这个比基尼一穿出来，真的是吓翻人了。这个跳过好了，大家跳过吗？跳过好了，赶快加来，回家开始在冒汗，赶快加来，赶快订阅，回家开始在冒汗。讲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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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回来。今天还是一样啦，很多铁粉都在问嘛，哈，什么样的标的哈？那我这里提醒大家，下礼拜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哈，等一下下半场来讲。那如果哈不想要再等了、嗯，想要直接跟上有钱人的动作的好朋友，那我们铁粉专案就留给大家喽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本周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又是获利满满、幸福满满。如果说你也想要有这种神一般的操作，然后呢，像神一般的给你的满满的获利的好朋友们，务必跟紧脚步了。铁粉优惠专案活动今天持续再加开一天，让所有想要跟上的好朋友们通通跟紧、跟好、跟满脚步，让你避风险又赚财富的老师就在这里，地表最狂最杀的铁粉优惠专案活动，来电做把握，轻松跟上喽！其实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个波段大盘指数是回落，今天指数还在破底，股票让您赚不停、涨不停、飙不停。从五月份，我们就拿现在哈，近期五月份的母亲节大礼，让你一路赚到了现在，还补标股给大家，生怕大家赚不够，还有标股让你持续赚来的，智正啦、凯玉啦、龙中坦啦、升哥啦，还有我们的黄金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还有我们的西式连环庄，让你赚不停。甜心就是会驾驭标股的老师，而且什么样子的位阶的股票，哎，要操作什么样子的标的，这很重要。哎，这个 tempo 很重要、欸，这个节奏，我觉得我发觉好像大家对节奏，有一点疑惑。我用大盘 K 线，如果你现在有订阅 YT 的，是是是，还有如果你还没加 LINE 的，赶快来加，要加，对对对，因为你每天可以听到我带状的节目，没错，节目。那你看哦，你现在比对一下大盘的 K 线，从今年一月，到五月，大盘都是回落的。是的，一月到五月大盘都是回落 的。我一直跟大家提醒。今年就是高手盘、现在你即便看到台股是破底的，来，很多人就开始吓你了，七月还要升息升三码，对，妍希昨天已经讲了，这个盘在干嘛嘞，在就是告诉你三码，来，在反应，对，之后升息三码，不是现在升息三码，记得吗？我说我已经在反应了，好，那现在很多人已经告诉你这个盘之后齁，可能七月又要升三码，非常发非常怕，非常怕。是，好，那我告诉大家，假设升三码，其实叫符合预期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它已经提前丢出来了。对，你要很知道，股市里面最怕是不确定的因素，未知的因素。好，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你现在看到台股是破底的，但是又在讲这个升息三码的问题。是，换句话说，现在的台股是你最恐慌的时候。没错，从今年以来，最恐慌的时候。是的，从今年以来，现在你手最软的时候。哎，腿也软了。
是不是造美亏卡一块的代志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呀啦。好，那换句话说，这样就对了嘛。哦、但是呢，妍希是不是一直跟你讲哈？来，你现在看到台股是要破底，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，一路以来，包含我连今天的股票，嗯，我们家的金宇是的，还可以创新高。这是重点，我要你什么做丢席？什么叫丢席？来，你看一下我今年一月到五月，你看到台股是回落，是回落的3000点，有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一月做什么？双红啊！来哦，我们来比较哦。好，你现在看到一月的双红是不是冲出去了？有的，一波冲到265，哎呦，一波冲到265以后来。来，有没有看到破底？破底再破底！哎呀，我问你啦，我一月做完双红以后，我有在这个节目讲过吗？没有哦，没有哦。啊，我问你啦，他是不是现在丢席的水果？不是。哎、欸，那我讲哈，这个你就比较了解。哎、欸，对哦，现在不是丢席的水果，你吃起来会甜吗？甚至他连果子都还没结，你买不到啊！啊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酸不溜丢，甚至会叫你老。加盖绕赛的呢？嘿啊丟呢！那我们你起码哪是 keep 杯这类双红，你是不是绕赛？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看 K 线很清楚。再来，我二月给你什么？智元，智元。来，老朋友都知道，妍希双红、智元、创维、新唐这些超级会做长辈股哦。为什么去年妍希把它做成长辈 股啦？你要知道哈，所以我说粉丝，你听我的节目后、真的是。八辈子修来的福气，真的要天天听。我真的是这么认为。为什么嘞？你看创维，我去年是100做到222，对呀，120个百分点，没错。你看智元，一字头，去年105我就讲了，100出头，飙到255，哎呦，也将近150个百分点。来，你现在给我看智元，好的，是不是？要快接近200了，那你有没有记得？我在今年2月，我给你资源完以后，我没再讲过它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2月的甜心私房再从200涨到了328，我没再讲过它了，都没有再讲了。再来哦，3月我给你春暖花开，你看到大盘到3月是不是终于要反弹700点？对，没错。妍希，赶快叫你来拿春暖花开。有的，我们就讲一支创维好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6104创维飙一波？有的，飙一波之后，妍希有再讲。过吗？没有了，到现在都没再讲过、哦，都没有了耶。可是这些都是老师喜欢的股票哦，我很喜欢，而且不好意思，我还蛮会做的啦。去年做到翻倍，今年后年初随便做都60个百分点给大家了，我都没讲啊。真的都没有讲哎、欸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节奏，你这样你了解节奏了吗？台股不是每个时间、每个位阶、每一年的操作都一样，这是 no。嗯、非常明确，我给你一个 no。对，我说过你的操作要与时俱进。今年一开始就说高手盘，没错，我一开始就告诉你高手盘、那你从我今年一月到现在介绍给你的股票，包含来我一月是不是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？你现在看到都知道我金虎爷，对，私房菜春暖花开，我每一波的回落帮你。避开以外呢，我还给你股票，有的。到了五月，我给你什么？母亲节，有的。母亲节大礼，老师，五月以后台股一直摔，你的梗顶已经翻倍了，倍数翻了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长辈股了，有没有很恐怖？很好赚的。好，即便今天台股再破底，老师。你的金宇还创波段新高，所以这不就是实力吗？哎、欸，这就是丢席的水果哟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要做对的事，没错，很重要。来，我今天再赶快，时间快不够了。是的，你现在看到大盘量很少，除了妍希点的这些小标兵以外，还有一些生技还不错哦。生技你要有一个概念，这个你要非常会做功课。为什么这样讲嘞、欸？来，生技股后，你看到这个礼拜，我今天还不点，好，有一些股票其实已经快要压不住。其实生技这很多的股票在第三季会有非常多的题材会出来，不管并购，不管是新药，这些都会出来。了解。而且生技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只要一涨都是一大段的。没错。来，我已经锁定好了，我已经锁定好的是会员就知道，今天已经快压不住了，了解了解，已经快要接近这样冲出去了。但是呢，妍希只是要告诉大家哈，这个股票以目前来看，我认为还是刚刚开始而已，都开始，刚刚开始而已，小树苗，生技要飙很恐怖的，是的，吹波浪的，吹波浪的，清楚明白了。所以如何赚呢？想跟着我们飙股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，别忘了我们的铁粉优惠券活动，下周的获利
金妈哎金安哈传边边，金妈的火力传边边呐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再等了，标股不等人，机会也不等人，务必把握我们的铁粉专案，广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。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喽 ，YT 频道的好朋友下周见喽，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